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各有点是可以就是吸引异性的，觉得有啊，是要稍微练习一下。是，那我们就派这边代表了，好不好？就刚刚说都觉得没有人追他的微微，微微，好不好？微微来教金鱼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出列。看来这些异性绝缘体必须要来个拯救女人为大作战了。这回我们请到班上最性感的伟伟，看看能不能改变这些女孩，获得男生的注意呢？金鱼，若今天东西掉，你怎么掉了？是金发尤物那个吗？哎，很顺畅的剪，非常的正常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剪东西？不然怎么样？要倒立然后再剪？我们现在教他女人味的剪东西啊！是。没感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你就觉得正常这样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伟伟老师来怎么剪？哦，测一下，差别就是说他是正直接正这样剪，那个是侧的剪。哦，而且动作比较慢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再试一次看看，金鱼来，按照伟伟的方式，还从这边走，这边走，有这么有戏剧性。退化性关节炎是好，接下来还有拨头发。来，等一下，先请金鱼先好了，预备起。还 OK 啊。好，微微来，对着镜头，预备起。好，那我们就真的来回头回眸一笑，放个电，好不好？建议走到那边回来的时候，走到一半，你自己设定什么时候回头对镜头哈。Music。好，然后走回来的时候，哦，就这样。哦，是跟长辈打招呼。好，微微。Go。要放开，那自己 slow motion。那个娃子跟佩琴也来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回眸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走过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回眸一下，预备 ，music。杀光你全家！皱眉而已，好，来佩琴试试看啊！一百七，他就是 model 的感觉。回头，他就是 model。不错，不错吗 ？model 的感觉，你觉得魅力指数有上升吗？我觉得他有上升。有哈，有。那娃子怎么办？我杀光，杀了三步就好了。你饶了我吗？不要杀这么多个。哦，娃子拨拨头发，这样像刚刚那样甩，性感一下，预备起。还 OK 啊，还 OK 啊。其实长得很漂亮。她是漂亮的，漂亮的女孩。其实我觉得胡子剃一剃就好了。美女，请先回座，谢谢伟伟老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就其他方面来讨论一下啦。来看一下，我们第一点，
是这个说话方式。第一点是这个讲话声音超大声，独秀全场不理人。啊，又问一下大学生啊，跟异性聊天的时候，你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嘞？女一哥，会有人跟你呛声啊？会啊，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些东西的时候，然后我会纠正他，然后可能旁边很多人，他就说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你想怎么样？那是你自己不会写啊？他们会这样，有的都会这样子。好，就是不喜欢那种大吵起来了，对，打情骂俏。哎，雨山开黄腔就。有很多男生喜欢开黄腔，然后他就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尴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他。不会了。对啊，所以要像这样笑吗？还是说要玩还是逗？是小心啊！没有，小心是小心。小心。对，其他小心啊。我们可以讲。你问李维峰，我开黄腔算是很克制的。对，我是我，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在黄腔，所以问我不准。真的，而且以前小波啊、杜巴都说啊不够，再 over 一点。我才会慢慢试好，再放宽一点尺度给他们。OK。OK 了，对啊 ，OK 了，熟了才可以。对的。那糖威胁这个是可乐吗？啊，有些男生讲话就讲话，然后会不时的摸一下你。真的，真的。踢卡，真的。踢卡，让我谁啊？是谁？是大飞吗？可乐。没有，没有谁。哦，可乐啦，林雪上这个圈呐，对，林圈了，不敢讲，阴林林雪。啊 ，juicy， 对，我觉得如果对方讲话的时候啊，可能讲到一些好笑的地方，他就会大笑，这样，哈哈哈哈，就，猪声对，好可爱哦。可是那要看人，对，因为我认识两个女生都会这样，一个是 Selina， 哦，对，她会 ，Selina 会，她这样还蛮可爱的，这样会，对，我觉得是看人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你。观众也会出声呢，对，就是没关系。他突然就笑得太开心了，所以可是你就觉得说，哎，很可爱，可爱啊。有些这样说蛮可爱，可能是要看人吧。这个我们来会问一下这几位啦，就是一直讲不停啊，叽里呱啦就讲。那介绍九孔给他认识啊，就吵起来，超吵。对啊，孔哥也是，孔哥讲话我们真的插不进去，没有缝，连我的速度。算了，喝咖啡让他讲，因为真的插不进去。他讲话超快，是不是？好，稍微讲话放慢一点，放慢一点，留缝给人家。接下来看到第二点啦，不是，我是说讲话的缝隙，讲话的缝隙是一个插话。好，来第二点，男生说话就打枪，自觉有趣，无人理哦。问一下这个你们三位啊，就如果男生跟你们聊什么样的话题，比较容易被你们打枪？可能就是讲不，就是没有道理的事情。你会直接纠正他？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讲错了。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”这样子。比如说，哎，我相信有外星人呢。外星人昨天好像降落在我家那个社区。对，101放烟火那时候，旁边有那个哎飞碟光，好像有，有没有？你会怎么讲？可能就会想，就是跟他讨论这件事，可能会相信吧，之类的。我比较相信怪力乱神的之类的。对，因为我还蛮相信外星人之说。哪里？哪里适合你？他是跟我告白吗？不错，很好聊。但如果像刚刚讲女生打枪的话，知道怎么处理啊？请问小心。我觉得打枪很尴尬，我觉得你可以私底下打一枪，不要人多的时候打枪，因为男生很难下台。其实男生有时候不是说怎样，因为人那么多，他爱面子，你私底下再跟他讲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改变，不然我们。你看李维峰，李维峰也是蛮顾面子的啦。丢可乐，丢太顾了。没有，而且我想那个状况，人生只有面子而已，没有那么多面子。他能过这，哎，不是，不要讲，还有刘海。面子，因为他都过敏嘛。桌上，好了，可乐。没有，我想到，因为刚桃姐讲到说，就是我有遇过一个状况是，就刚好去的地方，然后带了六个女生，全部都在聊天，那你就。比如说你好心想要参与他们话题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可能因为你是男生的观点不同，你插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讲一句话，大家都会就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，然后就不太理你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也超尴尬。你有这种局，为什么不约我们呢？男生，男女失衡。哎，你们可以听众。